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就来过我咱们家一次，就一次。怎么了，包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有什么意义呀、啊？那女的叫什么？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总得有个称呼吧？叫小倩。对，叫小倩，不知道姓什么，在海港工业区的某交通厂打工。 知道，那有十几万打工妹，不管有什么难度，尽可能缩小排查范围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倩。对，就知道叫小倩，尽快去找吧。好吃吗？来点。 情况有误啊！不会，我相信陆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靠谱。我是说，在工作上，在感情上，他也没这么不靠谱。他和我离婚以后，才和那个老总好着呢。我没说什么呀，解释什么呀？这个解释什么呀？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 你能不能不那么阴险的笑，行不行啊？我怎么阴险的笑了？你，我笑碍着你了？有没有关系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藕断丝连的。我说你别那么磨叽，嘀嘀咕咕，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啊？我 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在猪圈旁边啊？你就别嘟囔了，我在里边还没说话呢。你难道不觉得臭吗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排爆什么时候带口罩了？在你的医疗背包里拿的，里面还有好多。你是猪还是笨？你说什么你？别再吵了。 保持无限电静默，这是工作时间，别要口头吵架，先把再说。冬梅湖，谁跟他是两口子？就是我，早就不喜欢他了。哼，谁稀罕你喜欢？别给我摆臭架子啊！我警告你，精锐当中的精锐。你们想滚蛋吗？ 这是整个行动单位的无线电频道，所有人都听着呢。年轻人，羡慕？不羡慕？不可能，谁不羡慕？这俩人，他们年轻，组长。
思维比较活跃，你们突击队的破事我管不着，就是别耽误我抓人的事儿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。光靠说是不行的。政策，你们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今天说了一天了，不需要我再重复了。记住，只要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抓住曾阿虎，我们可以向法院。 说明你们的立功表现可以获得宽大处理。记住，这是我们给你们机会，没有你们的帮忙，曾阿虎也跑不掉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早晚会被我们抓住的。明白了吗？这是我们在给你们机会，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。警察同志，我们都明白，明白的。 阿宝，一定会配合的。好，你就不能为我们孩子想想吗？你说我们都去坐牢了，孩子怎么才说了？你那个倒霉的弟弟就该死，到底要连累我们到什么时候啊？曾阿宝。 你老婆说的真的是有道理的，你会配合我们吗？他们兄弟俩的感情真的挺深的，亲兄弟嘛，一块长大，感情怎么可能不深呢？ 看这些觉得心里很难受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。记住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的任务就是破案，抓获犯罪嫌疑人，交给法律，获得应有的惩罚。对坏人的心慈手软，就是对好人的犯罪。你懂得真多。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正常点？ 会了，那要看他和他哥哥的关系到底有多亲热。警察同志，我会做的，为了孩子，我会做的。 小虎队注意，疑似目标人物出现，目标正在往你们潜伏的区域接近。收到，完毕。小虎队做好抓捕准备，要记住，一定要活的。完毕。华南五明确。医疗组明确，完毕。 看见他了，距离45米。
现在就打，一枪打在他腿上，没跑。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构成开枪射击的要件。你等什么呢？等他跑进来，枪就没数了。还说了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构成开枪射击的要件。咱们都是学过法律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也没有确定目标就是他。阿虎吗？对，是我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哥感冒。启动备用方案，猎奇做准备，完毕。阿虎，你咋了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队长，不许动！狙击组，转！快开枪啊！开枪啊！你打着。队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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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
我刚才带人在周边进行了搜索，没有特别的发现。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人的痕迹，正在逐一排查。目前来看，不知道是他还是那些平民的。没有什么区别。他还是当地的村民，没有区别。什么意思？曾阿虎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每一条羊肠小道他都烂熟于心。他就是当地的村民，那些人经过的痕迹，就算怎么排查也找不出他的特殊痕迹来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最后的机会都让你的人给丢掉了。你知道我们获得这些线索有多么不容易吗？是多少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努力，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最危险的地方和最危险的人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获得破案的线索，好让你们的人可以抓住犯罪嫌疑人。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而你们的人却这么不珍惜。你哭什么？哭什么呀？哭有用吗？这么多人不嫌丢人，别哭了。小黑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事情已然这样了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小点声。你在想什么？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平时你不是挺有办法的吗？你仔细想一想。这件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和局长交代？我去和局长交代。你交代得起吗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责怪他们也没有用。我去挨骂。你，局长一定会好好收拾你的。对不起，陆组长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不要你的对不起，我要曾阿虎。我们会抓住他。现在线索都断了，上哪儿找去？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喂，情况属实吗？怎么样？抓住了吗？啊，抓住了吗？连个毛都没得碰到。怎么会呢？跑了。是你的问题。啊？对不起。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我弟，到，你应该知道。为什么帮你去？在乱问什么？好好的，别反思去。是。对不起，是俺没敢开枪。暗夜条件下，狙击运动目标，我没教过你吗？教过。是俺没需要，对不起。这把枪是我从兵工厂借来的。一路上，我都把枪箱抱在怀里，生怕磕了、碰了，
我擦了又擦了，瞄准镜、枪管、枪身，每一个零件，我都用心的去擦。我给我自己洗澡，都没这么仔细过。凭什么让咱们擦全队的枪？凭什么？我们也是突击队员，也一起行动，我们又不是搞后勤保障的。哎，你擦那么仔细干嘛？又没打过，意思意思得了。学医的，有强迫症，洁癖，都跟你似的。二五浪荡的，还抬到手呢，干活一点都不仔细。看你那枪擦的。母老虎说的对，擦枪就擦枪，连枪都擦不好，咱们还能干什么？给咱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没有成功，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给咱们机会了。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擦枪、洗车、打扫狗舍？哎，那我到这来干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我们在这这么久了，哎，我说你们一个个都不厌烦？啊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都是我的错。第一狙击手，不是谁都能干得了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俺当不了这个第一狙击手，还是你来吧，你是老大哥。经验比俺多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拿着。你记住，这是你的岗位。真不行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下次再掉，俺就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站好呀！你能不能别没事找事儿？我段卫兵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要是想当第一狙击手，我会堂堂正正的跟你竞争，我会趁人之危吗？会吗？我认为你不开枪有不开枪的道理，以
夜暗条件下进行运动摄影，而且我们的人还在追，打错了怎么办？别胡思乱想，振作一点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狙击组没有完成任务，反而有理了。没理，没有理。那你们抓捕组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们五个人抓一个人没抓着，现在都指责他，他离那么远跑那么快，看都看不清还打腿，那比迫击炮打苍蝇简单不了多少。我把那枪给你，放只兔子，你打得着吗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那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一天到晚牛哄哄的，狙击组神枪手弹无虚发，最后关键时刻呢，发都不敢发，还弹无虚发呢。能不能不吵了？能不能不吵了？替咱们扛责任，挨板子，就是让咱们在这吵吵吗？人无完人，孰能无过？咱们能不能先检讨一下自己啊？那他没有进门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是我的错，我反复想过了，没在门外安插人，是我的错。那个时候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不会进门啊，我应该想到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没能想到。如果在门外安插一个小组，就能里外夹击，我看他往哪跑。要说责任，我应该第一个负责任。这个作战计划是我们一块拟定的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我是分队的指挥员，归根结底是我的责任。经验，是我太缺乏经验了。擦枪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只要有新的线索，我相信这把枪还能用得上。居然没有抓住！是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请吴局长批评。我不是要批评，我要处分你。局长，我们有新的线索。讲。我们找到了曾阿虎的女朋友。消息确凿吗？确凿。这个人就是曾阿虎的女朋友马小倩。她是干什么的？在海港区的一个美发店打工。这是我们经过严密排查出来的，消息绝对可靠。你怎么知道曾阿虎和这个女人不是露水夫妻？她又能知道多少？曾阿虎抢劫来的钱大部分都存在她的名下，我们已经核实过她的银行账户，很显然她不可能有那么多钱，而金额也大致上和曾阿虎历次作案的赃款相同，存入时间也一致，基本上都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是。小虎队第一道停车难待命，小虎队第一道停车难待命。是叫我们吗？没忘了我们，真的是我们呀。哎呀，你们不说我去了。任务，支个枪，刹车，过来，刹车，这，快点，下。哎呀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我这么多东西，你不要帮我提一下呀？你觉得我提了那么多，还有手给你拿吗？
你能不能有点绅士风度啊？你都母老虎了，还绅士风度你？你说谁母老虎啊？说你呢，你就是母老虎。你臭嘴什么呀？你爱跟不跟你？爱。你爱跟不跟啊？没想着给俺当副手，俺成全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俺不都说了吗，成全你吗？现在不是你犯浑的时候。俺爸，俺真的不行。走，现在不是你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最近还是看不起我呢？你不知道什么叫流血流汗不流泪？再说了，这次又不是狙击任务，是警戒和观察任务，你有什么不行的？那是万一，万一曾阿虎出现了怎么办？出现就出现呗。你看看下边，他们都在你怕什么呀？他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行的。相信我，相信你自己。华南虎报告，没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收到，注意观察。没想到龙头还是用了我们。他是我们今后吧。你还用他们？当然，我还用他们。他们已经失过一次手了。我们也都年轻过。都曾经失过手，可是万一这次再失手呢？我会承担这个责任。我已经输不起了。给，你自己看。你准备了第二队人。我承认，我过高的估计了小虎队的实战能力，但这也是。成长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为了这一次万无一失，我准备了第二梯队，这一次绝不会再失手了。而且只是抓一个女人。你又小看女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盲目的自大。现在这个物价什么不贵啊？我看到了，黄大虎，收到。他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母老虎，你再对我说，我抽死你！你说谁母老虎？我说你母老虎。
打我你啊！你就打一下怎么了？我今天我抽不死你！我今天我来快打！抽不死你！我今天快打！我今天抽不死你！小姐，打车吗？我这是不让你管！我今天我社会红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异常情况。再也不够了！可以了，他们得手了。总算得手了。我后老悔了，我。你怎么又问？我们吵死我自己，我问你，不哭了。下面的工作就看你的了，要在曾阿虎反应过来以前撬开马小倩的嘴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不是你们小虎队那帮新人，用得着你叮嘱吗？对不起大家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我弟弟，这是我弟媳妇，我这个弟弟啊从小脑子不太好，大家见笑了啊，对不起啊。哥的机会我太后悔了，我找这样的女人，我抽死我，我抽死我自己。都走了，没发现藏獒吗？我们走。对呀，怎么了？无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你不是一直想当狙击手吗？别呀，我还是当排爆手比较合适。哼，无敌的事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该回来的时候他会回来的，走吧。师姐，都别臭美了。这次啊，是孟加拉和母老虎的功劳最大。是我还没说话呢，你们嘚瑟什么呀？你们，你这大哥扮演的也不错呀。龙头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，干得漂亮！我要夸奖你们，你们成功的完成了这一次的密捕行动，天衣无缝，毫无破绽。重案组正在紧急审讯，寻找突破口，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。